这帘子给我留着啊，下回我去。行，你看这。涛你们好，同志们，今天又上来大串了，咱来排骨了。在炎热的夏季里，我们东北人呢最喜欢吃是熏酱菜啊。今天咱就来个熏的。但是也夏季也想吃点肉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荤素搭配嘛，是不是？肉今天就没有那么热了，哎。所以说咱们就今天做一个熏排骨，熏排骨，熏排骨，同志们在家里也能做啊。这个精排啊，我们用这个凉水给它浸泡两个小时，泡出血水，看这水都红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然后呢给它焯一下水。哎嘿，哎，这咱今天准备点红茶呀，啊，这是红茶是熏料，啊，对，还有老友记料包，啊，老友记料包是肯定关键，这是煮的，对，是吧？煮的葱姜大块啊，来吧，先生。好嘞，排骨下去焯水。这排骨今天块改的这么大块呢？哎呀，你这个熏排骨，你这一条一条的啊，炒太单薄了。因为拿着使是吧？对呀，啊，那就是。给上这两根的，完了然后这么大块啊。嗯，对呀，啊。然后我们再放一点花雕酒。好嘞，焯着，两位大师休息，我来。好。这个排骨焯开锅以后再焯它两分钟，然后把沫打净，然后把排骨捞出来，用这个清水给它头洗干净。我们煮排骨要对汤啊，葱、小辣椒、姜，大块的啊，大块。对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北方大厦老隐记的小料包。这是老隐记的，在家煮肉啥用啊，对，方便了。 再放几个白胡椒粒儿，料包就一些香辛料啥的，对，什么花椒大料啊，白芷，这去腥增香，白胡椒粒，白胡椒粒，好嘞。然后加口，加口，我们不加有色调料，对，加口，咱直接熏就上色了，是吧？对，一勺、两勺、三勺、四勺，大家不要说多，因为这个汤大，汤多，啊，汤多，对。因为你这个熏的东西呢，必须带点煮出口，对，再来它一勺白糖，好了，味精也来它一勺，好是吧？然后呢，再放点花雕酒，料兑好了。现在我们给它倒到高压锅里，高压锅压它15分钟。因为啥15分钟呢？因为这都是黑猪肉啊，笨猪肉。锅里加入熏料。这熏料呢，就是茶叶和白糖，啊，先把这个茶叶放里头。今天是红茶，啊，今天红茶啊，颜色重，茶叶啊放里头，然后放几勺白糖。白糖汤有时候砂糖、绵白糖都行是吧？对，行。一会儿你那个帘子没有搁它的帘子，这事儿你操啥心呢？别着急，我这来了啊，看看。哎呀，切家伙，这谁编的这是？行不行？哎呀，他真会编呢！筷子，这是吃铁丝拉出来的，会编呢。吃铁丝拉着了呗，是吧？然后把扣净水的这个排骨、骨架、排骨都行啊，放里头。先不用点火是吧？先不用点火，都放里头，盖上锅，盖。而且这个排骨要赶热的时候啊，趁热放入熏锅里头，对它才能着色。是，对，要凉了不好上色。哦，对，凉了以后就完了。摆好了，盖盖了啊！哎，加盖，点火，点火，在家里也能熏啊，这方法。然后在家里有经验的同志们啊，做过菜有经验的熏一熏啊，没有经验的就这块就别来了啊。他啥的，就是现在的盖着锅盖，啊，看不着，哎，全凭啥的，全凭烟儿。经验是这个烟儿呢，由青烟变黄烟儿，哎，这就是着色的开始，是吧，先生？对对。啊，对，他为啥这么说呢？啊，因为啥呢？他原来掌过我们，你掌过呀？我们把这个熏料放到里头以后，要小火啊，小火使这个熏料碳化香烟。对啊，那现在大火要吗？现在是大火呀，啊，大火现在要马上改成小火的啊，一会儿改成小火啊，等出烟的时候，烟时候没冒烟呢，现在不行，使这个烟香味儿。和糖的焦糖味儿，那哎都吸附在原料上，对，这样形成熏的一个香味儿了。对，你看人哎冒烟了，
但是冒烟的，冒小白烟了，有白烟，现在转成小伙啊，小伙了，转成小伙，看看，哎，现在蓝烟，这家伙，啊，小伙得多长时间？小伙啊，这个时间根据火力大小，另外根据这个熏料多少啊，再一个啥呢？我们看这个烟不用看时间，看着现在有黄烟了，是吧？啊，对啊，有黄烟出来了，白烟出蓝烟，蓝烟出黄烟，是吧？啊，黄烟。当锅的周围冒出大量的黄烟的时候，嗯，我们就闭火闷熏它五分钟。现在关火吗？现在不关，现在不关，不关，大量的啊。嗯，关火闷熏它五分钟，大量的黄烟已经出来了。把它熏上色以后，看看啊，这个颜色好不好？好。出锅必须刷香油，为啥呢？哎，一个是防止它风干，另外一个是增加香味儿。啊，你看它亮了啊，还亮了。对。这个熏制菜肴啊，我们在熏制过程当中要掌握几个注意事项。熏制的原料必须是新鲜的、滋润的原料，是吧？第二个，我们在熏制的过程当中，一定要把原料趁热放入熏锅中。对。第三个，是不是要掌握熏制的时间的火候？别过火，是不是？别过火，以免影响色泽和口味。我给大家表演个一口吃个排骨。哎呀哎呀，啊！别噎着，嗯，给我整没词儿了。这些菜呀、啊，就是不管在家庭当中可以做啊，也可以吃。我们在接待外宾的时候，我记得接待松山日本松山八六五团的时候，嗯，我们野餐就上了一个这个菜。嗯，哎呀，家中拿去。哎，拿去。哎呀，这个日本松山八六五团这些演员呢。一边吃在脚上照，一边吃高兴的直跳啊！是好，你那个这个价还牛呢，下次你这出啥呀？不用再编了，我就用它去做一个熏猪手。哎呀，同志们，拭目以待啊！哎，每日烟火气，尽在龙眼气。